2022年北京冬奥会、冬残奥会即将开幕。作为历史上首座举办过夏冬两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，北京准备好了吗？2022年1月20号出版的2022年第二期《瞭望东方周刊》带我们走进冬奥，专题系统梳理了冬奥给北京带来了哪些改变，北京又为冬奥增添了怎样的色彩，并介绍了未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双奥遗产中获得什么。相信冬奥的魅力和热情不仅会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，也将实现让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，改变冬季运动的现状。